怎么办？是谁先拿柏林？我们还是盟国军队？是我们。请你们听听路透社的消息，盟国军队一直向前推进着，可以说是毫无阻挡，沿途唯一的障碍仅是炮弹坑和毁坏了的桥梁，德国人连一枪都不还击。伦敦报纸这样写着，沿途尽是德国人在寻找投降对象，这点需要记住，柏林可能毫不抵抗的便交给英美军队。据我们听到的消息，蒙哥马利集结了大量的兵力准备攻占柏林，目前情况毫无疑问需要我们做最快的措施。我说该是立刻的。你的计划和意见怎么样？我的战线延长到海边，若是洛克索夫斯基同志能够换下我的右翼军队，使我能加强中央，那在4月16号我是能够准备好的。不需要什么吗？如果能加强炮兵那当然好了。我认为假如能够在全部战线上的每一公里密集220门大炮，那帮助就太大了。萨林同志，一公里220门大炮是不够用的，最少也得需要280门，坦克你也尽量的多拿些，反正不久我们就要把它毁作耕地用的驴了。现在不是41年，现在什么都多，坦克枪炮都够用，不仅仅是打着一个柏林。这样要是洛克索夫斯基同志能够换下你的右翼，16号能准备好吗？大林同志能准备好。嗯，你真是那个不杀元帅。准备吧，同志们，这是最后的战斗，该结束战斗。你知道我的嗓子今天是多么好啊，清脆响亮，工厂里都准备送我到音乐学校去学习呢。真的吗？嗯，要不是这个缺德的战争，我都能在大剧场去表演了。听见了，尤素阿廖斯，阿廖斯，你说呀，他们为什么笑啊？为什么停下来？走到奥德河就不前进了。他着急了，他的娜达莎在德国。哦，对，被俘虏了。阿廖斯，也说不定他还活着呢。他要是能够活着就好了。你们大家知道我的嗓子为什么坏了？为什么？神经过敏呢。停下做什么呢？你们都不要笑，你们是白笑的。等我们到了柏林，我再给大家在国会大厦上唱一段。阿廖舍知道吗？他去我也留不住一边几何呀诺他可留不住说死了他也留不住他。上士同志，有书吗？有，你慢弄。有，来听课。有，也过了。有，坦达利亚。有，你山东。有，扎丁娜。有，金维战士，巴里舒克。有，卢普金，雷格诺。有，达林格勒，金维战士，同志们。我们所热望的，苏联人民所热望的，那个伟大的日子，现在已经来到了。
我们去攻打柏林，高举着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胜利的旗帜，祖国和我们在一起，列宁的精神和我们在一起，还有我们的斯大林。德国人突破了我们的第101陆军兵团的右翼阵地，我柏林师团地区损失惨重。保卫柏林，武装起来。德国到了紧要关头，现在要想战胜敌人，只有完全忠实于我，并相信能胜利。戈贝尔，在艰苦的日子里，我把德国的命运完全都交给你，给你个最高使命，要你做帝国的全权代表，来保卫柏林城。那我就是死了，我的元首也要对得起您对我的信任。德国人又突破了我军第303步师阵地，元首，我军要求补充兵力和弹药，情况是非常的严重。
俄国人切断了，我军第11和第50坦克兵团情况非常紧急，我军要求补充兵力，损失巨大。无论如何，要协助俄国人的攻击，派第18师去增援他们。第11坦克兵团和第56坦克兵团。被迫退向柏林来了，马上把他们指挥官给枪毙了，并下命令绝不许他们往后退一步，就是美国坦克在他们身后也不许后退。调诺尔兰的师去堵住那个突破口。海尔，我的元首有绝好的消息，就是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意见不合，争执起来，美国人拒绝出兵攻打柏林。因为他们的后方很混乱，您的天才遇见了这点。哈哈！我要唆使英国人打起美国人来，更让他们两个打起俄国人来。我要让他们在这儿冲突起来，互相厮杀，在我的眼前。另一件好消息，我的元首，第9军反冲锋收到了效果。俄国人被阻碍在德耶洛夫高地，俄国人。他们永远不会占领柏林，我亲自来保卫柏林，我亲自来。预备，和尚，驻扎的军队，立刻调到这儿来。推推美国人，让他们加点劲儿，让他们阻止住俄国人。文卡的军队，立刻调到这里来。保卫柏林，不准迟误。我对你们说，俄国人。德耶勒夫高地真困难。什么高地？德耶勒夫。德耶勒夫。他妈的！德耶勒夫！我走。
别动！多少坦克？快说！杜口，你是俘虏，你们投降吧！嘿，他妈的，你这个狗娘养的，都打到柏林了，还向你投降？谁到柏林？你，绝不可能！我仅是举起了我的手，我们还要战斗，一直战斗到美国人来，那时候，嗨，希特勒，嗨，嗨，你这个婊子养的，想让美国人先来？我这就朱峰，把他带走。走吧，阿六少，裴军会是个很好情报员，又是坦克兵，又是宪兵。刚才俘虏了一个德军坦克兵班长甘斯安德勒，他说希特勒命令坚守到最后，即使美国坦克出现在背后也要坚守。原来这样，他们想等美国人前来啊。命令把这个德国俘虏的事情报告给大本营知道。进来。方才接到前线朱克夫的报告。报告吧。德军俘虏坦克兵班长甘斯安德莱说，希特勒下命令给他们坚决守住奥德河，不顾任何牺牲，直到最后一兵。他说德军绝不能让俄国人打进柏林，即使美国坦克在背后也要坚守下去。是谁说的？坦克班长。他的话有没有各个根据？第一，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困难我们早知道，这是很明显的事情，告诉朱高夫，让他不要来管这个俘虏所说的话吧。希特勒像个蜘蛛在柏林周围织了个蜘蛛网，好让盟国之间冲突起来，必须毁掉这个蜘蛛网，因此就要由我军来攻占柏林，这一点我们能做，也必须由我们来做。通知给洛克萨斯基，最迟不能晚过4月24日，用主要兵力展开对敌人的进攻，在西南方向，并且要进军迂回柏林，从北打，目的在掩护朱科夫的西北方面。请给我要高涅夫的电话。是的。高涅夫同志吗？你好。朱科夫那里没有什么进展，你把雷巴克和雷六申克两个坦克军调到塞连道夫去，按在大本营决定那样，你的军队应该在波反地方和朱科夫的军队汇合起来，组成对柏林城的彻底包围圈。祝你成功。
卡姐，你是卡先生，二七同志，这是我们的，我去追追出来了，你们看。你们看，飞来了，飞来了，轰炸吧，轰炸吧，就把这个该死的集中营完全炸掉吧。快快，撤退已经来不及了，马上把他们通通都赶回到集中营里去，立刻消灭掉。马上把他们都赶回去。冲啊！单一人，安女友，上啊！真的问爸，我有敌人。真的爸，我要回家去看我妈妈，她现在孤苦伶仃，没有一个亲人。别放枪，我是美国人，你们疯了吗？我是美国人，将军，跟他们说，我不会冲这帮禽兽们说话。哪儿也没有，我的里边没有，土地里边也没有。非常的严重，俄国人突破了我防御地菲耶洛夫高地，现在必须要做最紧急的措施。格里布斯，你好像是认为我们已经打败了，你真是一个近视眼。正相反，自从我们对俄国开战到今天以来，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我们这么有利。我们到防空室去吧，我的元首。
柏林就要被包围了。诸位，柏林没有任何一点危险。和使用新发明的武器，会把情况转变过来的。到您的保险室去吧，我的元首。日子很难，但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多少还有一点储藏着。这个地方安静吗？你们告诉我，我们是在哪儿了？我们头上有八米厚的羊尾铁筋，我的元首，换气装置很好，能和前线联系。在这里一点声音您也听不到的，一点人声也听不到啊！你说什么？情况对我们是非常紧急，在柏林将要解决整个德国的命运。只要话题一涉及到俄国，你就打冷战。这是41年那个创伤的毛病。我现在，你做好了。最后的决定，开杰利和幺德尔立刻飞到台尼斯去。格林，你来筹划建立阿尔比兵工厂问题。进不来，德国西部的问题全都交给你。柏林，我来保卫他。戈贝尔、保尔曼，留在我这儿。在柏林，我会使斯大林和英美冲突起来，我会得到胜利。你们看着吧，什么叫做坚决自信于自己力量的强大？布伦金，布伦金，劝他放弃柏林吧，柏林就会自由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希特勒只会带给大家不幸。你说什么话呢？怎么着也都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晚坦克突破了纽肯瓦尔德。什么？俄国的坦克突破了纽肯瓦尔德。地质上号报告说，俄国坦克突破了纽肯瓦尔德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为我们给坚决彻底粉碎掉。
同时定会被我们粉碎在柏林。柏林曾经是，也将要是德国的。元首永远也不会放弃柏林。苏军的坦克将会被一种新武器给阻挡住。这种新武器，这个戈贝尔以为他的舌头就是新武器了。这种武器连我都阻挡不住，更何况俄国人。而亲爱的元首，也只想快点跑到巴伐利亚去。Police， 这个送到 Kufen 山大街 Miller 家里去，他跟美国人有来往，给他保险。啊，飞机等着呢，好，马上就到。您要穿军装吗？给我穿伞兵的服装。在这种时候穿我的军装只有等死。很想知道他们能不能把我的通牒书交给希特勒呢？不是玩意儿。谁？玩意儿？格林，我的元首。出了一件意料中的事，葛林他叛变了。葛林，他让我退位给他。葛林，你听着怎么写？如果我在今天22点钟以前不把最高执政权交给他，他就自己把它拿去。畜生，该杀骗子手。给他最高执政权，让这个臭肥猪来管理大日耳曼德国。我命令立刻抓葛林，枪毙示众。不准进，不准进，不准进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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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5日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波茨坦的西面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会师，这样就完全包围了柏林。究竟这个该死的文卡军队哪儿去了？他怎么没来呢？我最后的命令你通知他没有？文卡被切断了，我的元首。柏林完全被苏联的军队给包围住了。这个战斗计划真漂亮，这计划真绝妙。那些该死的美国人都在哪儿呢？格列布斯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快点到柏林来。我要让他们在这儿冲突起来，你明白吗？我要让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冲突起来，在我眼前，你听见吗？听见吗？我的元首，我的元首，我们收听到了美国的播音放送。据美国放送说，
是希姆莱不论条件的要和他们议和。您在这里英勇地保卫着柏林，而希姆莱却要同人家讲和。你的将军们多事，畜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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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姆莱给我这个不够月的流产儿，他叛变了我，我把他造成了人。任何一个叛变都和我发生了关系，我什么也没逃避开，这算完了。这算完了。你的将军们都是叛徒，全都离开你了，变了心。对，我像是应该走了。我要写遗嘱，快点给我写遗嘱吧。我决定离开你们。在目前情况下，德国应该……阿多，我要成为你的妻子，做情妇是可耻的。对，对，我们就结婚，我们就结婚，应该。叫一个牧师来。赶快叫美国人进来。哦，大林，你叫大家都跪下了。但是也许还没有断，我还不屈服，还有希望。把这些都写下来吗？写什么呀？晚了，不久将来会把我装在笼子里展览。我是牺牲品，我将无辜的被杀。元首，你知道吗？多赞，我结婚。你说结什么婚呢？我的元首，俄国人离我们这儿只有200米，在地下铁道作战。地下铁道，往地下铁道放谁？快点去！我的元首，那里有很多小孩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在那里有，上千的伤病号。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的性命重要。林哥，林哥，快去放水，快点去！林哥，别走！我的元首，在那里有上千的善良的人民，我的亲人在那儿。我的元首，林哥，往地下铁道放水，往地下铁道放水，快点去！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！地下铁道，我的上帝，林哥！
命啊！那许多，元首结婚了。什么？结婚呢？决定了离开你们。在目前，德国应该有他自由的双手。我们亲爱的林改，我怎么看不见医生呢？医生已经走了，伊娃女士。给我们留下吗？留下了，伊娃女士。这个可靠吗？不知道。很好，这毒药很可靠。
是水沟。啊，你好，司令官同志。是的，派了一个军事代表，是德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总长格列布斯基，他说有重要通知呢。好的，好，我等着您来，司令官同志。再待一会儿，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就到这来，然后你把那个德国人带上。要不要翻译？不用了，一会儿对他说的话，用不着他就能懂。去吧。稍息，稍息。司令官同志，请准许我报告，德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总长格列布斯前来，说有重要通知。好，好，咱们听听他说什么。请坐吧。你接见他吧。哪能呢，脱衣服吧。你是主人呢，你接见他吧。快点脱衣服吧。带进来。还好，哪有比这更好的。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，陆军司令格列布斯。我奉新任帝国总理大臣戈布尔博士的命令，来转告苏维埃人民领袖，有一件决定性的重大事情。我听你报告，请坐吧。哎，这件事情有非常的重要性。要莫斯科。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谈判。你太监，糟糕，真是糟糕极了。主要的是结束这个战争，没有权利不能做主。司令官先生，我建议先停止战斗。我诚恳地请求你。我说还是投降吧，否则都把你们打回老家去。但是将军先生，将军先生，真他妈的天已经亮了啊。五一节了，今天在莫斯科你们过大节、啊、没关系，在柏林我们过得也不坏呀、啊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新不来的房子。看着啊，国会大厦。近卫中士野功能。有。近卫下士坎达利亚。有。近卫上士伊万诺。有。同志们，给你们伟大的任务，大林同志命令把胜利的旗帜到柏林的上空。我代表祖国把这旗帜交给你们。
你们就去吧，我们的心在一起，咱们在那见。他妈的！啊，我这一辈子走不进去，爬到国会大厦上，挂上我的旗子，我死了，我也是想进去。
约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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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我们在哪儿呢？本来是我们的了，约束。好热闹啊！大家都在跳舞呢，司令官同志，跟我们一块儿去跳舞吧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同志们，我现在已经老了。司令官，司令官，司令官，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！司令官，准备跳，同志！司令官同志来了。
恭喜你拿下了国会大厦。拿下国会大厦要向你恭喜，你看年轻人多高兴，在这跳舞呢。他们为什么不跳舞？他们打完了仗就都回家去了，但咱们俩却失了业了。你好，申高同志。你好，高涅夫同志。你好，洛克桑斯基同志。请接受我的谢意，为你们对柏林包围战计划的非常卓越的成功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庆祝这伟大的胜利，战胜法西斯体。这个胜利是很高代价换来的，不要忘记吧，你们付出了多少牺牲。从今天，历史在爱好自由的人民面前又展开了宽广的道路。每一个民族都要为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，为全世界的、全人类的、人民的幸福斗争。也只有那时候，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牺牲没白牺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勇敢地看着自己的未来。
我问您一下，大林同志，为一切，为您给我们人民，给我们大家的一切。大清早上，大林的麦干了，去了，森林的骷髅。大解放的大林，一万大林，一万是大林，大把把给热血的变化。我们要保卫和平，为了未来，祝你们和平和幸福，朋友们。